一个要求是看长长。天哪，问颐和园往附近，威海去海边，出桂林、青岛、上海，还有苏州，还有西安。什么？八百标兵奔波飞。八百标兵奔飞坡。粉红粉黄花粉红花。红鲤鱼，鱼鲤鱼驴。红驴，鲤鱼。红绿绿绿绿绿，红绿绿绿，绿绿绿，红绿绿绿绿绿，灰绿绿。黑化肥发灰会挥发。什么什么什么？灰化黑化灰化灰发灰。黑化肥发灰会挥发。正要高，正胸要。蒸炉叶儿，火锅我喜欢，四川菜和东北菜，大盘鸡，我都喜欢。我特别喜欢麻辣烫，北京烤鸭，我很喜欢臭豆腐，麻辣香锅，很喜欢酸辣粉。这家老师特别好。中国人很努力工作，这个是很好的事情。环境，努力，找到了很多很多朋友，不同国家的朋友和同学们，跟朋友一起喝咖啡的地方，或者聊天的地方。中国人的那个性格，那个很自由。我们在那个文化节的时候，和那个。运动会的时候，我参加过那个好些，比赛或者是表演。